示范当人把那个尽量抬着下车。那我们下车的时候，这个车底会靠住这个车门边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报名呢，靠在这个车门边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我们拉出来之后，啊，前面是那个活动的，拉出来之后，好，手抓住这边，撑住。拉下来之后，放下，倒下来之后，顶住，顶住地下，然后不要用拉的，因为会把底下的那个草皮拉坏，所以把它转过一圈，撑住，这样就很轻松的就把这个铁架车拿下来。